今天给大家录一首神曲，这首神曲是为一个人量身定做的，因为这个人呢对我的帮助特别特别的大，而我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，滴水之恩待我有乃之日，必当以乃相报，所以我现在以乃相报。大哥，这首歌我为你改编的，希望你喜欢。这就是今天的神曲，记得帮我点赞转发评论，谢谢。在歪歪大舞台有个安静的下午，歪歪上走出了一个叫做乐天的人物，他的脑袋有点圆，声音该有点粗，听说五千年前的前身还有一身好功夫，他坐在电脑前啊啊驾着将军肚，看着有个太公平电脑，他用眼睛洞察着主播，既然主播一直跟他他怎么还是不刷？乐天不识出是个二逼的人物，把快乐带给你了，他还自己装糊涂，虽然他那胖胖的身材没有多少人羡慕，他无怨无悔的为你默默付出。却不是猪，是个耳鸣的人物，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他不会把你辜负，虽然天上的星星他怎么也数不清楚，但他会日日夜夜的为你守护。改的狗灯不是吗？他坐在电脑前啊，驾着啤酒肚，看着游客在公屏刷来刷去，为大字忙碌。游客问他为什么到了现在还不刷礼物，他呜噜呜噜说不清楚，只要主播不坑他就好。他把 U 盾放弃了电脑，他用电脑观察着主播，尽管太阳晒到了屁股，我他妈说不刷就是不刷。乐天不识猪，是个二逼的人物，把外币带给你了，他还自己装糊涂，虽然他那胖胖的身材没有多少人羡慕，但大家都在羡慕他的外币好多。乐天不识猪，是个耳鸣的人物，在遇到美女的时候眼睛就一直呼噜噜，虽然好丽的外币他怎么也数不清楚，但他就是怎么不给你刷，你有什么办法？乐天不识猪，是个耳鸣的人物，把外币带给你了，他还自己装糊涂，虽然他那胖胖的身材没有多少人羡慕，却为你无怨无悔的默默付出。这天不是猪，是个三逼的人物，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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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虽然好你的外地他怎么也数不清楚。